捞翻未啊？依家捞翻啦！黐线，啱啱断线嗰一刻即刻 save 唔到，吓到啲濑屎大佬！我40分钟即刻白费咗，争啲，即刻吓到濑屎大佬！唔好玩呢得唔得？嚟啊！准备嚟了，三下应该够啦，开多下四下，四下一定够啦。秒天秒地，外行马可能难啲，诶都秒到 ，OK。落拳冇用啊，落拳通常唔会带道具嘅四天王。都系唔好装，俾贝贝龙，贝贝龙最强嘅个特性，你啦，两下秒天秒地。童年最大回忆，送个咩借饼蓝带，叫洗衣机坏咗，好想买黄带，结果系大陆盗版，你俾我困，俾朋友偷，你童年真系犀利，系悲剧嘅童年。好，你咧 ？Yes， 艾多斯。地震好，居然同我就用火大字爆，大字爆靓波鱼翅，我就梗系出沼日鱼，之后再放贝贝龙啦。哇，百万吨狂击压屎啊，大镬！哇，好在啫，交换绝招，又偷我，又偷我特性，你个打靶仔！哇，仲食药。好狗偷我特性，仲要食药，啲贱人嚟嘅真系，贱到黐线呢条友偷我特性，我似都偷人特性玩，傻嘅真系。但系我都系买翻童年，早几年都开翻开草翻啦，我都有草啊。好嚟啦，超能力。偷我特性嘅友，认住你哦！死啊，成队赢我唔到啊！你哋系最后个弯难打 D 之外，搞掂四天王都搞掂啦 ！M K 仔你而家打最 M K 嘅 M K 仔嚟啦！诶、欸，我开先掂啦！喂，顶佢羽毛冇好烦啊！冇技，一定要走，要回 PP 喎，我冇 PP 过，最大 PP 制有冇红瓶啊？有两粒红瓶够啦，剑呢、這个剑尾七下应该够啦，地震四下够啊 ，safe 嚟啊！羽毛冇。跟住换重，落雨掉球，跟住放翻请假王，再打。哇，原来系咩先快过去？先制之爪，走啊！今次换贝贝龙去，绑紧，加速。Oh my god！ 急动波先，靓波唔中佢，黐龙请假，健美，哇喺。仲唔系食药嘅时机呢度？你做唔输？喂，唔好意思，食够药先。Anna， 健美，压死啊！黐龙王，
再嚟多条，哇，92啊，黐线，七夕清你咯，龙之炉，哇，全部都系龙之炉啊，宝永远，哇哦，哇哦，赢了，搞掂，我完成咗啦 ，M K， 不可能，尽咗全力都系输咗，哇，90几咧，我黐孖筋，我时代已经结束，唔公平 ，not fair。我培养精灵从来冇出过任何嘅错误啊！你系新嘅精灵冠军，可恶！虽然我唔太想承认，但木堂堂正赢咗啦，你系新嘅冠军。从一开始咧，离开奇异种子去完成精灵图鉴，我系用奇异种子咩？我系奇异种子咩？应该话你长大啦，你嘅时代来临，我对你好失望。第一个打低咗四天王嘅消息，我即刻走过嚟啊！但系咧，当我到大场，你已经输咗啦。你明白知唔知点解自己会失败？喂，你冇咧俾信心啊，冇咗佢哋嘅，你再努力咧都企唔上顶峰。OK， 能够获得胜利唔只系靠一个实力啊，有住奇妙非凡嘅感情。跟我来，吓、啊、完结啦，终于。哇！哇！嗰只雀最抢镜，嗰只雀真系太可惜啦。我系嗰只闪系 MMO 过嚟呢度啊，好贵噶嗰只闪。完结啦，咁就冇咗特性嘅请教，超越咗神兽，系啊，系真系冇可能秒嘅呢度。咁啊，完成咗啦呢一个呢只嘅随机火红啦，系啦。啊，咁我呢只 game 其实。个灵感源自于系82啦，系啦 ，Pokemon 82啊。咁之后咧，仲有啲咩咧？将呢个难度提升咗啦。之前82都冇试过提高嘅，咁今次就提升咗个难嗰、那个训练家啦、管主啦嘅 level 啦。跟住根据以往嘅改法，就系将佢变成随机特性、随机精灵分布。随机道馆属性啊，嗰类嘅系啦，随机物品啦、啊，嗰啲大概都系呢啲啦，咁就成为咗呢一个嘅随机火红系啦。我自己觉得最过瘾嘅就系啲咩咧？最过瘾嘅地方可能系打馆主咯、啊，打道馆有啲可能好难打，系有啲好难打，但有啲就都算易打嘅系啦，系四天王真系难打，不过。有请假王咧，神重真系冇乜可能会输，因为请假王太劲啦。我上一集82都有攞请假王出嚟打，咁所以其实真系嗰个能力值系非常之强嘅。只要谂办法咧解决个特性咧，其实真系无敌嘅。随机凤会出晒151只，随机凤151只，即系咩啊？你想我捉晒151只啊？有啲难，我连佢喺分布喺边我都唔知道有啲啊。咁啊，呢一个随机火红就完结噶啦，可以话系。咁啊，都系今次同上次嘅唔同，就系有等级嘅提升啦，所以你会见到打得几辛苦下嘅。另外个方面就系等级提升嘅话咧，其实可以话系另一个嘅新元素啦。因为等级提升咧，我自己嘅话几中意玩 Pokemon 高难度版啦，系啊，即系有睇开我都知道，玩嗰啲改版都知道咧。系咪咧？都未算系，不过专拣啲冷门少少嘅精灵嚟挑战自己啦。咁今次呢一个随机咧，随机收过咧，可以话系食中我饭，就系有加等级啦，系啦。因为以往嗰啲就冇加等级，82嗰啲冇啦，其他嗰啲都冇嘅。咁今次就整咗高等级，其实系唔错嘅，几有挑战性。另外可以下次都系咁样做嘅。即系譬如下次如果有嗰啲咩 Pokemon 即系普通版咧，我可以将佢咩都唔搞，净系提升等级、啊、其实已经系一只新 game 嚟噶啦，其实已经系一只新 game 嚟噶。可能讲紧 Rare 系80咧嘅话，你估下到时会几多咧？系啦，大致上就系咁啦。如果你想睇啊，都可以拍嘅，我都想试下其实，因为系几好玩嘅，真系吓几好玩嘅。即系讲紧唔随机冇乜所谓，但系嗰个 level 如果提升咗咧，成只 game 会有所唔同啦。但系我唔知道技能会唔同啊啲 NPC， 即系你知 NPC 如果可能升咗咧就会唔同技啊嘛，我唔知呢度会唔会啦。啊，
唔正之改版，基本所有都系拣几难，系啊，有几难拣几难，多数都系。咁所以都系一只吸引嘅地方咯，吸引我嘅地方咯，可以话系，即系一个其实一个拣 game 嘅心态咯，我自己觉得系，系啦，即系可能一开始我拣 Pokemon 改版嘅一个叫咩啊？即系个选择嗰只 game 嘅理由就系可能系有新宠啦。一开始我拣 Pokemon 改版嘅吸引我嘅元素一定系新宠先，原创嘅宠啦。第二样就系难度，跟住第三可能先到剧情嘅。咁依家就唔同啦，依家可能系剧情摆头，跟住原创摆尾，跟住中间就系难度啦。系啦，咁所以其实透过玩呢个咧，都不断系咁唔同改一边一路改变自己玩。自己嘅一个风格啊，玩 game 嘅风格。咁所以咧，火龙就圆满结束啦，系啦，冇啲咩二周目嘅应该。二选位话我，已经捉咗九种，我已经捉咗九种啊，咁犀利，好叻仔喎。啊，捉咗九种，摆到明系串我啦，过嚟大学博士，哦，捉咗九种啦，咁犀利嘅。OK， 系咪有新二周目定咩啊？我唔系，都系一样嘅啫。唉，咁样嘅话咧，火龙就完美结束噶啦。咁可能最呢只 game 最吸，即系最令人难忘嘅，唔使问啦，一定系金色嗰只嘢啦，系啦，真系最难忘。嗰阵我都唔知点解出咗呢只嘢，有啲吃惊啦，一嚟有啲吃惊，另外有啲惊喜咧，因为我唔系成日出闪啊，即使喺呢度出我都 OK 嘅，但系就真系 MMO 出会好啲。